前拍照的那个旗袍，然后还没有就是上过镜的。穿这个旗袍一定要抬头挺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你不抬头挺胸的话，就看一点没有穿出那个气势。不要戴眼镜，其实戴眼镜也可以，不戴眼镜也可以，看一下你们喜欢哪种。有胸的，有胸的，有。等一下啊。哎呀，我使劲挺啊，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疯狂挺胸，大大大，来个远景。这是量身定做的，知道吗？我必须要多穿几次，不然好浪费。做我自己受不了，受不了！我觉得应该拿个扇子，你们觉得呢？太煞风景了吧？不是，戴都是好看的，特别美，真的吗？戴眼镜好看一些，到底戴不戴眼镜嘛？我穿了短裤的，里面穿了运动鞋。